请各位嘉宾品尝巨泉园的活跳墙。原来的名字叫福寿泉，但是呢，就是在一次宴请秀才的时候呢，当福寿泉上座以后呢，开堂的时候呢，就是谈起荤香，但呢，一位秀才呢就即兴发挥，即兴作诗，谈起荤香飘四邻，佛闻气场跳墙台。后来呢，就引用了这句诗句中的“活跳墙”，然后就引用到今天。我叫杨伟华，是中国烹饪大师，也是闽菜大师，还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巨泉园活跳墙制作技艺的第八代传承人。活跳墙所用到的食材，像花菇、鱼翅、鸽蛋、花椒、蹄筋、干包、瑶柱、海参，这是充满了六排翅的海参，你看一个个晶莹剔透，翅都非常丰满，而且很有弹性。像煲汤呢，我们就要的问我们的老方鸭，也充满了胶原蛋白，还有老母鸡，还有我们用到的猪肚。猪肚我们只用猪肚尖，这么大的一个猪肚只用小小的一段，还用到大排、七寸、凤爪，这些都是以胶原蛋白为主的一些食材。提鲜的话，我们用到的大的木鱼，像鱼翅啊、干包啊、花椒这些食材都要准备5到6天，煲汤还要煲1到2天时间。整个过程下来可能要7到8天左右。冷水下锅，像老母鸡、老方鸭，一个焯水，现在我们热锅冷油进行把原材料进行煸炒。专用的活跳墙酒，加入高汤，装入坛中，荷叶把这个坛口封一下，可以充分让一些水蒸气充分的从这个荷叶当中散发出来，减少罐体的一个压力。而且呢，荷叶它有香味，然后我们再加上盖子，香味充分融入在整个罐体当中。我们把活跳墙这个装管坛的活跳墙移到炭火上煨4到5个小时。哎呦吼，好，因为前面我们要用旺火把食材烧开，然后它炭火慢慢往下降，剩中火、小火、微火，最后面是用炉炭这个温度，让食材形状还是保持不变的，这就是煨的独特的这个特点。现在随着物流的发展，因为我们的食材可以选用更好的，就是更顶级的、更原产地的一些食材。然后呢，在烹调工艺上，我们尽量符合，就是做到符合现在人的养生需求，减少油腻，让人家吃得更加健康、更加美味。经过4个小时的煨制。哎，汤好了啊！哎，打开盖，看一下，这里面还有余火的热度，它还是很热的。我们先舀汤，这些像鱼翅啊，我们事先进行一个煨制的过程，然后就把这个烧好的高汤、煨好的高汤加入到活跳墙当中。因为我们是汤物分离的一种煨制方法，也是巨泉园独有的烹调方法，就是让海鲜的腥味，还有一些食材的那种异味充分的排斥出去，最后加上我们特制煨制的4个多小时的高汤，这个酒跟那个禽类食材煨制的一个高汤充分融入到这几个海鲜当中，
然后再进行一个加热，就成为一个我们的佛跳墙。里面用了各种的烹调方法，有炸、有蒸、有煮，最关键的一个烹调方法是煨，然后把这二十几种的食材融合到一道菜里面，但是每个食材又不会串味，又能保持出每个食材独特的这个特性，这也是前所未有。参加过很多的这个国外的交流，展示我的名菜，都受到很多当地的华侨，还有很多外国朋友的那个对名菜的赞赏。他们品尝的时候都非常高兴，没想到名菜有这么多特色的地方，这么多口味这么好的，不管是佛跳墙，还有荔枝肉。还有很多小吃，闽菜啊，技术啊，烹调方法啊，是非常强大的。所以说我作为一个闽菜工作者，我是非常的自豪的。